把他脚踏好，直接输，因为没有输，我们的加油，直接输，直接输，是学长，学长还是学长？学长，学长，吓我一跳，我在现场。比赛是一时的，或者是永远的，尊重，尊重，吵一吵。感觉邱宝郎好像又要用又要停了，停，不用吧，不用吧，我们很顺利啊，大放送哎，来，凡凡再选一个号码，一二三六，邱宝郎不敢，好好笑，我以为我会被心动，不敢，很不敢，哎，你没有童年就玩那个阿飘的，全员加油。没有，你们在后面加油。我也要。没有，是顾问做，顾问动手。啊，我是对。我们加油。哦。管理委员，我喜欢看你在那边拉拉。我你们还没玩那个节奏管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你们两位。你们一开始时间就开始算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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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师傅加油！荒谬！师傅你不要动，动了就露馅。动作，他们知道，然后把它做完了。怎么比做菜还要喘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宝宝，是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宝宝，师傅加油！炸裂！炸裂！宝宝师，炸裂！炸裂！宝宝师，宝宝师，加油！加油！好好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加油！炸裂！宝宝师，好，待会呢，把他脚踏好，直接输。因为没有输，我们的加油，直接说，直接输，是学长，学长还是学长？学长，学长，吓我一跳，我在现场。直接输，比赛是一时的，或者是永远的，尊重，尊重，吵一吵。然后待会把他搅一下。啊，这不重要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换手，换手，换手，接受比赛就不掉了。你看嘛，是不是？菜就好，不然你看我那么喘。哎，这很喘哦，太喘太喘。而且现在已经粘在一整条，像鸡卷。对啊。没事没事，宝宝师傅炸的一定 OK。妈，妈，妈，妈很重要。好了，明显这边已经球就两分了，再见。时间剩下五分钟，他们已经下锅了。要不要做第二次？有烟有烟，太高了，小心啊！这油锅里面有油，特别要注意。学长。嗯，来，我来，好，你这样不好看，好不好？对，就，举牌，红牌举起来，太久，好来，来，要再选号码，一号，哇，全员一起扭腰，好，全员了，小陈最会了，哇，陈哥，啊，一起扭腰，扭腰，好，计时开始。很扭，很扭，很扭，哇，很扭，很扭！现在来到这个是扭腰国际杯扭腰大赛现场。现在我们来到，哇，大家都抢自己的位置。我们来到新南，哇哇，扭来扭去的，不错不错，谁都不让谁，很好。现在这个詹姆斯哥不遑多让，非常好。他身为顾问还是要扭腰啊！哇，这样太狗了！哇，那我们小赖，好嘞，我这个好了。新南大歌厅啊，扭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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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管要做什么都要扭腰，快切哦，赶快切哦！扭起来，要笑哦，扭起来！这个背景再放个 BGM 的话，就有一个新的抖音梗了哦。扭起来，对啊，陈哥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他扭起来之后擦出嘴会这样。我还有三十秒，请问可以讲话吗？这三十秒特别久，可以讲话吗？不是，要不要交代一下？要不要交代一下？这这这，完全没有交代的意思，不用顾了，不用交代，对，不用交代，是的，对，还要扭啊，这是加进去的，还没调啊，糖醋的酱汁比例还没调，十秒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有搅拌吗？三。有我讲了，好，时间到，刚刚好，扭得漂亮，哇，继续，哎，那位闪到了，这位闪到的朋友，我们还好吧？型男复健科，不交流了，隔壁可以挂号。现在两边呢各用了两张，还有一张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后面调味道。对，我第一次看那么多求救，不过那个糖醋啊，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很重要。哎呦，有提示哦。班主任在提示喽，是关键点是什么？他
糖醋的颜色啊，反而不是糖醋的颜色。糖醋的颜色很重要啊。好，班主任提示喽。那要是什么颜色呢？你觉得糖醋它会绿色的吗？哦，那这样子提示就不能再继续了解下去了。观众会想知道，那还能什么颜色？观众会说，他问什么问题？对对。啊，明显其实两边都很稳的啦。